天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刚卡停伊，刚愿意和你收养，那是无愿意，就搁较免讲啊。卡说你真实要拍这个官司，争取囡仔的同意是上重要的。若要甲伊拍官司，安尼我敢走会去？敢会因为安尼，让韩姐出警啊？歹势，佳姐，你哪会伫遮？律师你好，我是迄个刚卡停阿姐。哦，就是江林河上声小弟有无？先做赶快，嘛是卡廷的监护人啦。了了，啊，是不是免遐麻烦，无需要拍官司啦？其实我嘛感觉我足无适合做监护人的，敢会麻烦你替我把我的监护权让予伊？哦，这个代志我会百分之百尽力配合。敢会用啊？监护权不是你讲想要互相就会当互相的？现在袂呢啊！当初我阿兄嘛无问过我，就甲监护权给我，今麦我无爱卖呢哦。你要放弃，就必须向法院申请监护权转移。江卡廷告其他亲人。无。律师，歹势哦，我阁问一个问题。假使我死啊，监护权会互相啊？假使你过身，监护权可能就会转对恁太太的身上。我还未结婚，哪有太太？等一下。你拄则是讲监护权会当转对阮太太身上，我若是甲伊结婚，就疼你。老律师，歹势，伊在阮身上，我会转去再甲卡廷讨论看卖，卡所会当表达伊的意思，情况几率是毋是会较悬？嗯，好。无安尼啦，既然江先生嘛是要放弃监护权，我就转去阁查看卖，敢有进行差不多的案例。好，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咱保持联络。好，多谢。我先来去。好，多谢律师，麻烦你了。紧找一个案例，这重要的，爱较紧的哦。哦，多谢，拜拜，顺行哦。创啥、啊？我只是出意见尔。你为什么跟踪我？我哪有跟踪你啊？我是出来办代志，想讲林嘉宾，现在才衰拄着你。刘婉，刘婉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你讲啦。刘婉，我跟你讲，照我看遐侪人经验，遐律师就是想要趁钱，所以才使人你去拍官司。拍官司是我家己的想法，不管要用什么方法，卡廷一定要对我。你有啥物毛病哈、啊？若是拍官司爱拍几年，你拢唔知影，到时阵卡廷拢新人啊，搁有啥物意义？而且我跟你讲。我即马国外的 case 接济，我无时间甲你拍官司。我警告你，在卡廷的监护权还未解决之前，你倒位拢不准去。哎呀！等我三拍到手啊，想要走就走，你会当安怎？好，安尼你是要安怎做，我拢会配合。你看，
迄律师嘛讲啊，伊要回去做案例，咱就要相信律师的专业。不管你想要安怎做，我拢支持你，只要卖怕官司就好。你看，我是不是就有心眼？你伫创啥？创空啦！张月我下礼拜开始拜一、拜三、拜五爱晚自习，所以你唔免替我准备暗顿，学校会订便当。安尼敢要交钱？唔免，我有钱，我家己交就好。哼，我有钱。明仔载早起去学校替我办休学。陈小姐，稍等嘞。你男朋友搁送家的来啊？哦，伊什么时阵来？差不多十几分钟之前。我感觉你真正足有福气，我从来无看过这么体贴的查甫人。伊知影你无爽快，伊就送早顿、送中昼顿，我看连暗顿拢送，根本就把你当作做未来的照顾。多谢。青菜鸡肉饭是我拄煮好的，就算无胃口，嘛爱趁少食淡薄。生气对调养无好，所以原谅我啦。另外，好好休困，莫偷偷加班。你来哦，我提这台行李，袂歹哦，拢食完嘞，去袂啥款？袂歹，多谢。安尼，你敢无原谅我？但问题是你啦，我知影你真用心在甲我关心你，也毋过我煞害你艰苦，是我无害去啊，我保证以后袂阁还，所以你敢会当原谅我？我就说，假使我的朋友阁欺负你，我就甲因莫来往。明明就是你把我欺负，好不好？安尼我甲家己，卖来哦，断绝关系。你笑啊？无。明明就有。好啦，其实嘛无完全是你的唔对，是我家己讲，我一个坑给家己跳，明明就无解路呀，煞惊家己真爱去。所以你真是免为着我勉强家己。咱为实在到因男女朋友，然后到即马才是做伙，你拢是有话直接讲，所以甲你斗阵真轻松。真想免为着甲我做伙就顾虑啊，然后做你不怪伊的代志。要唔过我想要甲恁去露营，嘛无完全成为顾虑你啊。安尼是为虾米？就。就大概看到你伫骂到朋友，我就看到因面的胶原蛋白一个比一个搁较侪，然后就会想到，原来我甲你差足侪岁，所以我嘛真拍拼，想要关心恁的生活。你是不是真是真要紧？你的年岁比我较大。我爱的两尊。我当克服姐弟恋，遐毋过敢若无遐尼简单。你看，咱的生活方式无同，观念无同，
而且现在才交往无偌久呢，咱着俩村会当为对方牺牲佮改变。若是佮过三年五年嘞，咱敢会互相嫌东嫌西？你对咱遮尔无信心，两个人做伙本来就是爱互相了解，然后找到适合的方式，就会当一路顺遂，一直行落去。无，假使你真是遮尔无安全感，咱就结婚。结婚？结婚这两个月你讲了就准算哦？敢讲你无想过要搞结婚啊？不是啊，咱才拄开始，谁去想这啊？安尼，你甲毛友好才实在偌久，你就是要甲伊结婚？我迄个时阵是想要找一个当结婚的人啊，即嘛无同款，我想要找一个我会当爱的人。安尼够较好啊，我会当是你爱的人，买当是甲你结婚的人。而且，你为着我打拼过，即马换我，我嘛会当为你改变。咁真实嘞？真实嘞。陈文琪，我知影你无安全感是因为我，所以以后我会用行动证明我甲你做伙的决心。办休哈，今个阿姐甲阿姨来学校，毋是决定予卡婷留伫台湾继续升学。对啊，要毋过我后来甲因讨论，我想要学化妆，所以决定去日本留学。而且日本学校我嘛已经找好啊，所以休学办好了后，我就会马上过去，对吧？是安尼无唔对，安尼即个奈干阿姐来。您阿姨敢知影休假的代志？伊当然知影啊，而且我阿姐才是我的监护人，所以来签名才有路用啊。你敢无阁考虑一下？唔免。老师，给阮几分钟的时间，阮讨论一下，随来。好。行啦。创啥啦？唔是啊，卡叔张武也知影要安怎啦。你不是答应我，即摆是要反悔啊？不是啊，卡婷，休学是大代志呢。你即摆还无十八岁，想要出去找头路，我真正感觉太早啦。为滴，我也无爱读册，而且即摆是现实逼我安尼做。你根本唔知影外口的现实有偌残酷。外口的现实有偌残酷，我敢唔知影？即摆阮爸走啊，你搁把我的钱败了了，那不是因为你，我敢会行这条路？你真正，你不是就是要摆脱我？即摆搁反悔是安怎？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，比你现在更少岁。我在抓准自己能倒流，才离开我妈，一个人在外面生活。谁知道，外面的世界，根本就不是我想的这样。你还没十八岁，很多事情根本没法做。头家会欺负你，朋友会骗你，真正唔通受天真。好啦，也是今日就出去，咱今日先回去好无？好啦，无你真幸福，咱各人行各人的。你是头壳有问题是无？我讲遐侪拢听袂入去哦。你明明就会当甲张宇华好好生活，现在要甲我互相折磨。好，你阁要硬拗是无？好啊，我等下就甲老师讲，你甲我的钱败了了，然后老师就会找警察。好，我惊你。OK。怀疑你要过什么款的生活，你家己决定，我管袂着。我即马就去签名，好不？成功。咁厉害！哦，你。
上好莫讲出去哦，知影无？废话，我比你搁较惊，互知影好无？尤其是张永远，互伊知影，我一定互伊不配。啊，你莫讲，我莫讲，伊哪会知影？啊，对啦，暗时我要去学化妆，张永远迄边，你替我编一个理由就好。吼、哦，我就知影，讲要你学校复习拢是骗人的，就是要走口去学化妆。我即摆哪有走口？我去休学啊，拜。你。这十几个到底真着想啊！叶凤华，喂，叶副经理。严家兄，就同你讲，下晡想要甲你开会，讲南非的 case， 你敢会用的？哎，你啊，我准备一下，再去公司找你。好，安尼等下见啊。拜拜。爹，房间，有人在不 ？Hello, anybody home？ 哇，相片我未收。你真正无法度好麻烦呢，阮阿兄的衫拢流咧，因为安尼足好诶。哇塞！爸！房间拢要弄门哦！这是我的房间，我先都爱弄门。你伫这创啥啦？啊，我伫来讲阿兄借啥？你借啥要创啥？我要去兴华开会啊！兴华？你要去兴华创啥？我唔是叫你莫甲伊联络。替你补清楚好不好？是因主动甲我联络，无我才无想要去咧。你唔是问你迄个袂使啊，叶冠华？是不是伊找我替伊处理兰花的 case？ 什么兰花的 case？ 就兴华那边想要小库存到兰花啊，我就介绍我兰花新手的朋友给因啊，现在双方要合作啊。你讲不是生态链变数，是安怎会熟悉新手？小姐。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像讲猎影输就袂当实在生手的朋友，你是不是搁在骗人？我甲你讲，我顶届是为着卡停，才无伫阮亲人的面头前讲你欠钱。你莫伫遐想一寡有话无的。什么想一寡有话无的？拜托的大小姐，今日是你的亲人家己主动找我的呢，你敢袂当就事论事哈？什么想一寡有话无的？拍摄哦，敢袂当麻烦你出去一下，我要换衫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你不要出去换哦。退去啦！出去！别安尼啦！跋倒！跋倒！跋倒啦！出去！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你去兴华。啊？你跟我去创啥？刘啊！你别跟我去，你是要干死我？你是不是发现什么啊？对啊，其实免麻烦啦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你莫误会，我唔是要做你的司机，我只是拄好嘛要去开会。这拄好啊。你爸呢？去兴华。对啊，我先。
晚上。晚上。哎，我去开门嘛。江林杰。嗯。你上好卖乌白来，卡说我发现，我就夹你。嘴死万端，拜托。这领导呢？你的地盘我是当怎？四十几个又安怎？我要创啥？我暗时化妆课，妈都袂当来，你来做我的妈都。我袂呢啦，我要开会，开完拢唔知几点嘛。唔管啦，我甲地址传互你。江卡廷，喂喂，我顶世人到底欠恁两个什么哈？阮内部开会讨论过，嘛甲伊连参详好势啊。最后大家决定选秘密会员这个设计概念。安尼定案，要唔过阮也是希望顶世的空间卖做甲遮尼个，公共空间该做较大个，安尼人客伫选衫的时阵，较有迄种精品服装店的感觉。好，我回去调整看卖，敢有其他爱修改的所在？参详予人客试衫的这个所在路线，你可能要调整一下，因为那是公共空间变大，安尼，请你办。总监，这有一份资料，爱麻烦你签名。好，拍摄你等我一下。唔知迄个臭小囝到底在比啥吧？你需要多少预算？我想看卖哦，公关费甲迄个宣传费，安尼日日扣扣加起来，一千万了噶。哦，安尼我即马开机票给你。等等，但飞迄个所在机票不好用，现金好啊啦。安尼我即马马上敲电话叫会计领一千万给你。嗯 ，Thank you 。张万，歹势，我出去一个水灯啦。你会议结束啊？我靠！敢讲你伫我身上藏秘鲁剂，会议结束你拢知影？恁讲啥物？过当讲啥物？啊，着讲工课内容啊。南非的厂商来台湾时阵，我付一只台。对安尼，无其他。佮有甚物其他呀？你唔知影开会那是有效率，免开偌济时间哦。你无提公司的钱吼？大小姐啊，我甚物拢还袂做，提甚物钱？你嘛结束啊，我佮有代志，等下走。你佮有甚物代志？对啊，你雄雄这么关心我，我感觉有淡薄无爽快。我会议还袂结束。阿妞，不要紧，你到哪嘞？我先走。林嫂，拜拜。以上就是防霜妆需要注意的几个重点。稍后恁有四十分钟的时间会用练习，若是有任何问题，拢会用随时问我，我会过去看。好，安尼就开始啦。开始喽！耶！江卡廷，你的妈都要不来是不？一定要来啊！卡廷，我来啊！老师，拍谁啊？你紧过，坐好啦！我坐计程车来，结果迄个司机坐咯，害我。点点。哇！莫有白卡我物件。就平安嘞。这钱嘞，卖叮当啦！哦，卡姐，你即马看起来，敢那是迄种真正专业化妆师呢？
莫爬下啊！你忝啊！哇塞，就你出神了呢！对啊，敢那好吃咯？对啊，到底是安怎来的啊？拍摄我困去，真是。恁是安怎拢在看我？以时间的控制甲技巧来讲，拢做了袂歹哦。过了精神，多谢老师。真是足神的，细看起足惨的。真是敢那低头。什么低头？恁在讲啥？这低头是谁啊？就是你啊，在我心内，你就像猪头同款。小款，这防霜妆是不是就成真呢？这可怜呢，这才足成呢，看起来足疼。哎，大家拢，大家拢画好啊，接下来时间来给大家翕相。耶！祝你幸，祝你幸。拢是你啊！我着讲卖甲遐侪香姜啊！我即摆嘴拢麻麻，讲不成两头话更多。卖喷嘴呐，好不好？恁两个哪会做伙转啦？着跌落去拄着，然后我着招伊去食饭。哦，对啊，阿舅讲伊巴肚枵。唔是啊，我嘛无想要去，硬要叫我去，我嘛无想要去，对吧？我先去房间。我去洗身躯，我最爱洗身躯的。我去洗身躯，洗身躯，我最喜欢洗身躯的。洗身躯哦。因两个什么时阵好好的？你好，巧弟，叫巧明。嘿，曾经理。哈哈，足久无看，互你等真久啊！哎，袂啦袂啦，我嘛拄到，咱行啦。啊，哎，曾经理，你要去倒？毋是要甲张总监开会？哦，甲你开会，毋是张总监，是阮周助理，即边请。哦。喂，曾经理，这久无看，你拄则有来兴华？是啊，周助理找我见面，看来恁网络店吼要提早动工啊。即个甲兴华合作，会当进展这么紧，一定是张总监在专力斗相共啊。你上客气啊，好，咱再搁联络。张总监好，哎，你找我？干嘛要入去讲？嗯，请你来。嗯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拄只艾瑞雪曾经理卡好啊。我拄好要去找你讲这件代志。我进前只是想要了解开网络店需要啥物款的条件，所以我才会请以往的人去约曾经理。要唔过我头拄仔才知影，原来恁联络过啊。我若是知影，我绝对袂找人去约曾经理。这是伊拄只留落来资料。你甲曾经理讲，咱网络店要提早动工。我无安尼讲，我想应该是误会啊。我只是讲，再搁考虑。你是当处长助理，敢知影你讲再搁考虑会予人有偌大期待？咱明年计划，人立春马上要开始，我要安怎甲伊解释？甲伊讲，咱内部还袂讲好，是误会哦。希望你以后莫凊彩甲公司以外的人联络。
这种代志我无希望有第二次。哎，总干，在瀑布下面囡仔满月，请大家吃鸡卵糕。这么好？对啊，而且这间的鸡卵糕足好吃的。以前至少要提早三个月才订得到，要不过开放加盟了就较好订啊。鸡卵糕也当做加盟，安尼品质够有稳定。只要是同款的配方、同款的制作方式，当然会用的啊。加盟店拢会定一个标准来保证产品的品质。像即摆，毋是有迄种专门辅导别人开加盟店的人？对吼，我敢若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伫做迄道的。总干，你敢要先吃一块？剩的我替你冰起来。吃看麦，多谢。嗯，你真是真好食呢，真好食对不？嗯，这么完美的鸡卵糕，若是会当搁配一杯，哦 ，maybe 是咖啡就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交换的咖啡这么好啉，是安怎不爱加开几间店啊？你感觉交换的咖啡厅会当做加盟？当然会用的啊。交换不是拢家己经营行头啊，像这种产品好、够用心经营的店，就应该予伊金闪闪的 logo， 世界拢看得到才对啊。上好第一间就开在阮家边啊，安尼我想要啉咖啡，就免阁走来公司这边啊。哎，总管，我先替你冰起来，剩落来下摆会记得家炸上去哦。嗯，好，多谢。别客气。For Mavis Cafe 金四色的 logo， 四个拢看会到。小环，哎、欸，阿伯，这个我看，最近好不？真好，你嘞？店里的生意怎款？一直拢差不多。对了，恁朋友到，来你请、哦。来，好，多谢。这是恁的咖啡。嗯。有什么需要再搞讲？哦好，多谢，做你无闲。好，郭大、郭太太，您您看卖咧，最近的咖啡伫这附近吼，伊若讲排第二，无人敢讲排第一咧。哦，嗯，哎、欸，你那一个人来，林某咧，伊即马吼伫阮公司上班呐，帮我一个孤单老人啦。哎呀，你实在足受袂开的哈、啊，公司着恁后生甲查某囝就好啊。够恁某无应该安尼啦，唔是啦，阿姨吼都袂堪要用的。哎、欸，你唔是讲要问张丹，敢要跟咱做伙去坐游轮？哦，对。来，阮两个人吼，廖当、廖太太、蔡当的蔡太太，拢已经报名，即马剩恁两个。嗯？哦，要坐游轮去哪位看极光哦？是啊，你用个带明芳做伙来去，你毋是爱陪伊躲避关？卖个够趁钱啊！吼、哦，即马咱这年岁吼，某带咧，好啊来享受。呵呵，讲到佚佗吼，我比恁够较有兴趣啦。无这份给我，暗时我回去吼，就问明芳。哦，好啊。会记较早决定哦。嗯。无，你就得码头跟说 goodbye 哦。那会使啦。去看极光就好。所以给寄托啦，我等你随问伊，我嘛真久无出国啊。今日在公司啥款啊？就安尼。喏，这是啥？你看嘛哩，今日我甲高档因开讲，讲想要组一团去哪位看极光。哎，我看伊行程未歹呢，那么做回去好不？跟你讲啥？伊要你找一个理由，让我离开公司。我知影，我找曾经理来是我唔对，伊唔讲根本无了解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根本无清楚情形啊！才让有人叫是我做了受超过，我已经甲伊真心实意回信了呀！我都唔是超工的，到底佫是要安怎？伊就遐尼希望我离开公司是？我听无你咧讲啥，所以有人无甲你讲啥？无啊。您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
毋是有甲你讲过？我想要了解新运动网络店的规划。拄好冠华有一个客户，艾瑞雪曾经理，伊就介绍我甲伊讲。结果我哪会知影？幼莲私底下早就已经甲伊联络啊。幼莲叫是我伫咧背后动脚手，所以就走来质问我，叫我莫插手冠伊的代志。我想吼，你可能是误会幼莲啊。伊会安尼讲，反正是无想要让对方感觉咱内部交流有问题。所以你嘛感觉幼莲叫我莫插手，安尼做不唔对。卡叔是安尼，你当初是安怎过来叫我去了解？我只是，你有兴趣想要了解嘛，无要紧啦。非得今日这代志都是一个误会，你甲幼莲拢无唔对，你莫想伤济啊。所以你也是徛在幼莲那边嘛，你就是感觉我白当的。咱之前不是已经讲好啊，和你入去公司做一寡代志，会当消遣。真正重要代志，都甲和幼莲甲文琪因去处理。你这助理都袂做甲遐尼忝啊，所以我即马才爱你先甲空开坑里，陪我去外国耍啊。我只是想要伫个新华好好上班，结果连你嘛安尼讲。不过有人伊会把我当作是伫办公室啊！你想去倒位啦？根本无人安尼想啊！有，伊就是安尼想的，所以我今仔日只是记一个人，伊就走来质问我，好像像我要抢伊的工课同款。拢是一个人，哪有抢这款代志啦？逐天为着小可代志，把气氛舞到这尼歹，妈嘛无欢喜啊！所以恁到底有把我当作是张家的人无？不管我安怎打拼，妈永远拢嫌我甲秀官子袂比的。幼莲甲文琪，因是我的先生，也毋过因对我敢有基本的尊重。即马只是因两个无欢喜，嘛无欢喜，所以你就想要找理由和我离开公司是？我都已经甲你讲，我根本毋知影你今日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啥奈一直讲我要和你离开咧？你知影又搁安怎？你也毋是徛在你后生迄边？嘛对。我跟你做伙，嘛干那这段时间尔，我哪有可能有过你爸仔囝的感情？明芳，你愈讲愈含啊！惠弟，恁这是一家伙啊！我的心情你根本无法度了解。你要创啥啦？我想要一个人静静，我去客房睏。明芳，明芳。七十几啊，年轻做，佫真正足厉害。都幾好，幾有諗法，同我哋雜誌社走嘅風格都好搭。嗱，你本相簿咧，我就 keep 起佢先。啊，咁我哋公司咧內部就會進個討論。啊，有消息盡快通知你。好，好，多謝君子，多謝君子。哇，慢下。好，坐先。什么野啊！
拢歹去啊！哎，你先洗手好不？最后啊，卡婷，吃早顿啊！老师讲，今日下课爱留落来，伊要替大家画重点，所以主席会靠我去做。今晚我去接你。唔免。好，安尼你紧吃。你等下要去倒位？我要到化妆班的同学去买材料。哦。你敢知影倒位当修理相机？八下路那边有真济店，你去看一下。安怎？无啦，相机唔知安怎，秀多啊！借我看下。哦，失了失了。足酷诶！哇，你这是古董啊？蛮贵哦，丢啊二十几年。要唔过这种相机，拍了后嘛唔知啊，翕了敢有好看？我着讲恁这囡仔屁唔知浪漫。这种相机吼，就是慢慢啊对画面，慢慢啊改光，慢慢啊对焦，等一切都 OK 了，就等是快门的迄个时阵，然后就等伊射出来，亲像开奖共款。笑啥？无啦。我只是感觉你甲阮爸伫画设计图的时阵就像啊。哎喂，阮是相生啊呢，伊无像我，无形象。你卖五四三啊！恁虽然是相生啊，虽然拢真有艺术天分，也毋过恁两个根本完全无共款。干嘛呢？伊是建筑设计师，你是掠影师。另外，我是未来的造型师，哼！我总算知影我天生的美感是倒位来的。你看，咱感觉基因无咧讲生笑的，优秀。这我同意。哦，真好，哎、欸。你做啥？就赞的。你拄只啉果汁的时阵哦，敢那咧拍广告呢。来，搁一嘴。未歹哦 ，good good good， 真好。来来来，画一个 pose。真好真好，哇！你会当去代言刘丁食啊？过来过来，哎，即马开始卖签啊！哇，签啊，微笑露，水水水，安尼好安尼好，足水耶！哇，这冰箱哦水，哇，厉害厉害！你紧吃吃嘞，要卖去上课。我落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您拄则在讲啥物啊？无讲啥物啊。我去翕相，拜拜。新运动开网路店的计划，完成今年就开始。艾伦那边要安怎？开一间专卖店的计划已经写在合约顶面了。文琪，人是你找来，你负责说服伊。卖讲生笑啊！剩三间店，我要把我设计的商品放在网络卖。咱合约敢是安尼签的？我给恁的设计，恁免想要用品牌的名义上市，无我阁给恁赌。来接卡婷。你唔知影已经求下心。你真唔知人家卡婷做爱骗我？因为我上病的。你找来才创啥？你即马就跟我回去，阮爸拢走啊！即马你走来搞我哥哥弟，你是你变态心？啊！好险！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。
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，同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过去的时光今天，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再演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